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手臂的红疹，今天而已，两啊只胳膊，啊。然后半夜有点，然后还有两粒也痒，不太容易。啊，那个我看到那个太阳了啊，太阳发现了光线了啊，发现了光线了啊，紧挨着地球啊，紧贴着地球啊，紧贴着地球一直往远上走啊，一直往远上走啊，然后到了边缘了，已经是这样处，到了这个已经这样处以后，它没有留下阴影。没有留下阴影，然后啊，也就是说，相当于太阳光从这里发射出来，直到最远端那个围墙啊，好像地球不存在似的啊，当然包括其他星球也不存在似的啊，好像无障碍似的，你传到了那个最远端啊，最远端啊，传到最远端。传到最远端，每个地方都照得到啊，最远端，每个地方都照得到，每个地方照得到。原来啊，我们以前大概最早之前呢、啊，我临海发现了这个围墙啊，以这个最远端发现这个围墙，就围起来了。我当时想，既然远端是最远端的，要这个围墙干嘛？好像肚子一挤啊，没有必要有这个围墙啊。特现在发现这个围墙还有很大作用。这个围墙为什么要有围墙呢？我们平时，人家用那个接收卫星的一个东西啊，接收卫星信号的一个东西，像个锅盖一样的嘛，把那个锅盖一样，然后把那个信号反射出去，然后再反射出去那个一个正中点，就是一个接收装置，扩大那个聚焦那个能量，是吧？原来这个围墙就是个大锅盖呀。就是一个巨大的来接收这个信号，然后再反射出去，反射到，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后三分之一，也就是说离太阳到那个围墙啊之间的后三分之一，那个能源，那个阳光啊，基本上是靠这个，基本上是靠这个来围墙来反射出去的啊。也就是基本上靠它来供应的，虽然源头还是太阳啊，还是太阳，这个再加上一个，加上八个看不见的太阳，八个看不见太阳，在它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能照到三分之一的位置，在三分之一位置上，在三分之一位置它那个。八个太阳挂在边上的时候，再照出来，照它每个有八个，有八个嘛，有八个的话，既往后照，又往前照啊，也就是说它放的位置才后三分之一。当然了，这边的是每个上面还有八个嘛，它这个呢再往前照一点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明的光线，一个暗的光线，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把那个能量就送到那个远端了啊。送到宇宙的远端了，所以啊，以远端呢，整个宇宙里边一个真正发光发亮的太阳只有一个，就宇宙中心那边只有一个，然后通过这边再反射，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没有阴影啊，这个围墙上还有阴影的，这个阴影是哪个时候会出现的？是出现那个彗星的啊，彗星的，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彗星的，彗星走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里面没有金字塔的，所以啊，没有金字塔呢，它同太阳之间没有那个紫金系统的联系，比如它发射个信息来这边来接收，就没有个紫金系统啊，紫金和接收系统，光线当然是照到了啊，但内部的一个联系系统就没有。就像我们，飞机在开的时候啊，虽然是有一些光线照到了，还什么之类的，它内部还有个飞行员，同那个指挥塔之间还有个内部联系，有个内部联系，也就是这个内部联系是没有的，从那彗星呢，
中间那个彗星是乱跑的，然后那个彗星跑到哪里一个，他的鹰眼就把那个一片挡掉了，哎，那一片就挡掉了。所以呢，而且那个我们讲到，前面讲到那个运转中心呢，从一个个星球都有绳子拉着的啊，就绳子拉着，基本上拉着不会甩出去啊。那彗星呢，基本上就甩出去了啊，基本上就甩出去了。甩出去呢，彗星的位置呢，基本上都在那靠在最后面，因为没有绳子，没有绳子拉它嘛，基本上站到这个围墙再弹出去一点，站到这个围墙弹出去一点，站到一个围墙弹出去一点，站到一个围墙弹出去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看到了哈雷卫星呢，哈雷卫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它因为没有那个绳子拉到它嘛，它自己一直往远端走，远端走。一直远端走，远端走，走的时候，走到最后的时候，蹦，站到那个围墙上了，站到围墙上以后，妈妈又弹回来了，弹回来了啊，弹回来了啊，弹回来了啊，弹回来了，眼看着要接近太阳的时候，太阳上发出一阵太阳风啊啊，还有太阳风啊啊，那个太阳风把它顶回去了啊。把它顶回去了，太阳把它顶回去的时候呢，然后它慢慢慢慢，它的轨道还是变的啊，位置还是变的，刚才站在这个地方，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啊，站到这个地方，哎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又来了啊，又来了，那是彗星啊，彗星又来了啊，来了又来了，眼看着就是太阳的时候，太阳风一吹呀、啊。又把它吹回去了，哦，这次到那个地方，应该到那个地方去了啊，哎，到那个地方去了啊，然后就在站到围墙上面啊，又来了啊，也就是说，它在宇宙里边这个，宇宙里边每77到78年、啊、靠近太阳一次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地球啊，离太阳近。所以呢，你那个彗星呢，从太阳的背面过来，我们基本上也能观测得到。当然，完完全全对面的那一年呢，我们不一定能看观测到，因为被太阳挡住了嘛。只要偏过一点点的，就能观测得到。所以呢，从里面看得出来啊，从那个里面看得出来，它那个站到那个围墙上面来了一个太阳风一吹一个，它斜过一点。又去了，那个斜过一点去了，好像那个他在宇宙里边那个，这个是不叫星际旅游了啊，这个是从太阳接近太阳到最远端啊、这样的旅游方法啊，哎，你这么一想，78年来回一次的话，好像这个宇宙还并不太大啊。我们以前得到的一个信息，多少多光年，这样算起来，按照我们以前的认知，按这个光年算起来，而且讲到多少多光年算起来，好像宇宙大到无限大了，很多个想象都没法想象，根本没考虑还有围墙的存在啊。那么从哈雷卫星这个看起来，也就78年一个来回，78年一个来回的话。好像不大呀，这个宇宙啊，啊，哎，你说这么说来，应该啊，星球之间多少亿光年啊，这个单位是不对的啊。这么看来，星系之间多少亿光年这个距离是不对的。哎，多少亿光年是不对的啊？你如果多少亿光年以这样的，来计算的话。那我们不可能说78年就看到哈雷卫星，能看到哈雷卫星一次啊。当然了，那个科学家测的时候，因为两个周期一观测，或者三个周期一观测，就基本上知道这个规律了嘛。所以一次，包括前面呢是伽利略还不是是谁呀？那个一次说那个哈雷卫星又来了啊，78年一个周期啊。哎，又来，哎，到了时间就来了。
但呢，有的时候他跳过一年没来，实际上不是没来，他正好地球与太阳连线背面，到背面的时候，太阳大过地球嘛，这么大一个，正好挡掉了。我们地球的观测是没办法穿透太阳看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一年就哈雷那天，就少来了一次，少来拜访了。人家因为那个来的时候，通过那个地球上的观测的就能看到哈雷卫星嘛，所以啊，他们就称为哈雷卫星来拜访太阳啊，来拜访地球啊，他们是这样描述的。基本上因为你看得见的嘛啊，因为他再看上去也没有看到说哈雷卫星掉到太阳上去，确实没掉到太阳上去。接近太阳的时候有那太阳风啊，刚才我们说的原来实际上也有太阳风嘛。啊，有股力量把它推出来啊，把它推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们描述了一个哈雷卫星每77到78年来拜访地球一次。哎，你说这个描述的很精准。嗯，这个描述的很精准。哎，但这句话我们描述的很精准，是把它那个动态全部看明白了一个。我们说了一个描述的很精准，他确实来拜访地球了。因为离地球很近的时候我们观测到了嘛，而且有时啊漏了观来拜访一次，直接漏了拜访一次就在那个太阳的对面嘛啊，太阳的对面嘛，那么你脸上就发生了那红疹了，那个脸在这边呢，就相当于被脸挡住了，哈雷卫星在这边过来了啊，所以呢你眼角也有红疹，为什么眼角那个是让你看不见了，表示那年你就没看到，你眼睛没看到呀、啊？那你就没看到哈雷卫星。嗯。哎，你要说句话。现在我又看这个宇宙，越看越小了。我现在看这个宇宙越看越小。哎，你说，那个宇宙越看越小的时候，这边就暗下去了啊，这边和眼角的那个就暗下去了啊，因为你通过那哈雷卫星就发现这个宇宙很小嘛，就78年就已经一个来回了。一个来回的也就它的那个长度也就78除1就34年嘛，换成三十四年就跑到也就最远端了嘛。嗯，哎，你脑袋里马上切换成有两个信息，一个宇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宇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而且是有限的。而且是有限。而且有限的。哈雷卫星花34年的时间就能走到宇宙的边缘，而且那个小到哈雷卫星花34年就能走到宇宙的边缘。哎，然后又弹回来了。然后又弹回来了。哎，你说这么说来，那个多少亿光年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不对的。哎，你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啊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。哎，前面临牌当中讲到爱因斯坦的那个理论的时候，后来爱因斯坦就气死的灵魂呢，来告诉我们，也就他的公式只适用于地球附近，这个才成立。错了，适用于地球附近。哎，一离开地表稍微远一点，这个功能就不适用了。一离开地表稍微远一点，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们把近地表这个计算这个时间、距离、质量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啊。以为在外太空啊，就是远离地球的地方，以为那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实际上是错了。嗯，我们以为啊，那个时间、质量和距离这个公式，远离地球也适用，这个
你说现在我基本上得到一个概念啊。现在我基本上得到一个概念。应该叫以这个卫星，一个周期基本上只要花34年就够了。宇宙什么？以这个卫星，以这个卫星，也就是从太阳到那最远端啊。哎，对对，就是完成了。也就是以那个来比对那个哈尔卫星嘛，啊。当然了，当然我们那个科学家只知道哈尔卫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但是他到底跑到哪里去看不知道啊。说不定他也是进了，是到了一个地方，到了一个地方啊。因为进了，他跟踪到了。跟踪到了，哎，然后好像那个稍微距离稍微远一点，然后又回来了。他不知道是站在围墙上了。他们不知道是站在围墙上回来，他以为自己跑一个路程了。到底怎么想的？不同的科学家、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谁也没想到是站到围墙上，站到那个地球最远端了啊。然后这个时刻我看到的人造卫星了啊，看到人造卫星了，飞不远，因为从地球上出去的啊，用地球上的介质啊，在作为一个卫星要飞的话，它就像有一个无形的一个绳子啊，被地球拉着了，你就再怎么远跑不远，哎，因为用了那个地球上的物质嘛啊。我们说个题外话啊，如果地球人啊想到远离地球的那个飞行器的话，就必须要使用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，不是进地球的物质啊。也就是说，那有人想到月亮也是进地球的啊，那没有用。你去月亮上的和去地球上是一回事啊，你要如果制造个飞行器要飞远点，那至少要跑到那个土星或者木星上，要起他们的燃料来制造飞行器，那么可以飞出去了啊。这是假如啊，因为应该那个土星木星上面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体在上面，它不会轻而易举被引起你起他们的东西的啊，除非愿意同他们好好沟通，哎，上面说了一个，除非同他们好好沟通，向他们请求给一点的话，他们也愿意啊，你强是不行的。用他们的材料，用土星或者木星上的材料，用他们的材料来制造飞行器的话，那么就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啊。所以啊，目前来说啊，人类制造的飞行器啊，他还没有奢望过，还没有自己想过，能够飞了一个能进入那个银河系的。目前还没有谁敢宣布，我要制造一个飞行器，直接飞到银河系里面。因为他们也试过，好像飞不远啊，再加上一个，按照他们自己以前的计算方法的话，要多少亿光年的话，也就是要多少光年一年才能到达的话，自己，想想自己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啊，好像那个这个目标就不用想了吧，因为一个亿光年放在这边的话，已经断了他的念头了啊。所以啊，他想能够飞到火星，往后往火星飞，往前让那个水星、金星飞，哎，或者有时候放个探测线能够在绕着太阳转转，在往后啊，如果能够飞到那个土星、木星的话，哎，他感觉挺满足了啊。所以人类现在活动范围啊，在土星、木星里面那一圈子啊，但是也包含了太阳。人类的活动范围啊，这个活动范围就是说人类真正能够到达的，用飞行器到达的啊。
根本压根他们就没多想，压根虽然有的人可能想想飞到那个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上去，再远就更不敢想了。那个你多少多少亿光年，我要跑多少多少亿年的话，到时候自己发了一个星球出去，还不知跑到哪里的人，你早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指望？你现在你想象的啊、哦，眼前看到意大利的棺材啊，就是原来的那个早年的科学家，他们都认为是多少多少亿光年的那些人呐、啊。你悄悄地对他们说啊，你悄悄地对他们说，哈雷卫星飞到这两端只要花34年。说完以后，观察那个人，你们脑袋一拍就坐起来了啊、哦！我再看一下，你看对另外一个说，哎，好像都是科学家啊，什么牛顿什么之类的，哎，都是那个科学家。你告诉他，哈雷卫星飞到最远端只要花34年。哈雷卫星飞到宇宙的最远端只要花34年。哎，因为那些科学家当时怎么想的？77年到78年一个周期啊，他以为那个。他以为自己的轨道啊，他以为自己的轨道是这样的、啊，这样的轨道不知哪个地方兜了一圈又回来了，是这样的，他这样想的，所以就根本没有从那个你的最远端去想。哎，所以呢，刚才从那一个科学家的观察的方面呢，每一个一个告诉他们一遍一个，好像他们已经稳稳妥妥地接受到这个信息了啊。稳稳妥妥的接受到这个信息了，他们那些科学家接受到这个信息以后，他们这些科学家接受到那种信息以后，地球上的人类啊，曾经惦记到这些科学家的，把他们写到教科书里啊，或者惦记他，或者把他们作为偶像的那些人呢、啊，迷迷糊糊，似乎也是必然的，他脑袋里也接受到这个信息了，好像嵌进去了啊。你把这个信息嵌给那些科学家，有人气质的科学家。人家惦记他的这个，相当于人其实灵魂还在嘛，所以他灵魂发出一个信息来，我们人类这辈子现在还活着的人类接受他们信息，好像他们我们现在的人类也接受到这个一个信息，哦，宇宙最远端，离我们也就用哈雷卫星飞只要34年嘛，那么我们只要换一个飞行器啊，换个飞行器，只要有哈雷卫星这么一个速度的话，花34年也就到了最远端了，才开34年都不到，33年多一点啊，然后又回来了啊，又回来了。好了，好像这个信息我们给到那个宇宙里边那些灵魂呐、啊，不管是活着的、去世的，给到这里边，好像一个我们的那个叫宇宙观就彻底改变了啊，宇宙观彻底改变了。我们先把这个信息给到那些伽利略啊。牛顿呐、啊，什么还有托勒密啊，什么那种观察那些星球的啊，研究那些宇宙的，他们都接受到了啊。尤其然后一个星期给到那个叫什么霍金呐、啊，脑袋一直歪在那边，他就是因为把宇宙想象错了嘛。他揉了两下脖子以后，一下子就正常了啊。得到正确信息以后，一下子就正常了。所以啊，他现在想想再投胎再来，投胎再来，他想投胎再来啊。再投胎再来的，本来人投胎再来的话，脖子也不一定能掰得过来，不一定能直啊。哎，刚才我们一零排这个信息一给他的话，再投胎过来他就正常了啊，是一个正常人了。这啊，下辈子来就正常了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啊，把这个信息一传。哎，整个信息一传，稳稳妥妥的把宇宙的模型嵌到去世的和活着的人的灵魂里边啊，这个是就发展出去了啊，就发展出去了。你不管意识到也好，没意识到也好，想到也好，没想到也好，这个信息已经嵌到人的脑袋里边去了。而且重要到什么程度啊？我们谁也没意识到我们脑袋里有个金字塔在啊。哎，就像我们谁也没意识到一个金字塔在一样的，谁也没意识到这个信息也嵌到人的脑袋里面去了，好像一下子我们把整个宇宙里面，只要是针对人类，只要针对人类，外星球那些他们立体的，反正也看得见的，就我们自己搞不明白，这样一下子把人类的那个智商啊，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啊，
一下子提升上去了，不管他意识到也好，没意识到也好，一下子提升了好多。敏感的人呢，接下来几天，哎，昨天我们信息传给他们，他们接收到了。接下来几天，他们梦里会见到这个信息啊，梦里接收到这个信息啊，就看到一个哈雷卫星的撞到围墙上面啊，撞到围墙上，跟一撞一个就弹回来了啊，告诉我，宇宙是有限的，有限的只是34年，有限的只是34年啊，有限的这是34年的事情啊，这是一个34年的记忆啊，而且呢，这个哈雷卫星呢，他们不可怕，人们不可怕，不像那个有的人和卫星呢，直接往地球上来砸的，他好像没有意图要砸我们地球吧啊，好像他这个他各自的。他自己有自己的途径了啊，靠近了一个月球了，然后站到围墙上面又回来了啊，哎，反正在这，而且他在宇宙里也是团转，整个围墙上一遍啊，这样就整个围墙上一遍啊，通过他，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这个宇宙的有限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今天我们告诉他这个信息啊。告诉他这个信息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呢卫星撞下，刚才我讲的这边啊消失掉了，然后呢他身上有的为什么痒呢？他被他撞一下子，那个哈雷卫星这边撞一下子啊，就相当于撞到围墙上了，这边撞一下子，你这边出现了一块啊，然后这边弹出去又回来又撞一下子，好像又撞还是好像撞了一个圈圈似的啊，身上啊，像围了一圈似的啊，像围了一圈似的哦、啊，然后这个信息走了啊。这个信息走了以后，你围了一圈的那个就消失掉了，就站到身上的时候痒，还有那个大腿一圈，哎，大腿屁股，哎，对，他也是就围在一圈给你看一圈，整整一圈，哎，给你看的整整一圈，就是哈雷卫星撞围墙的时候就整整撞了一圈嘛，撞一下围墙，把你跟你撞一下子，撞一个围墙。整整站，然后也站一下子，反正让你也知道是整整一圈啊，让你知道整整一圈啊，然后你明白了这个到底要传播的，要他要传递这个信息个，慢慢站在你那边的就慢慢消失掉了啊，因为那个我们信息基本上没有积压嘛，一有信息就传出来，一有信息就传出来嘛，所以只是产生一个红斑而已。如果不传了，这个就重重的砸，那重重的砸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就是哈雷卫星呐，重重的砸，重重的砸，如果没处理的话，会越砸越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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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到什么程度呢？轻一块指一块，然后还不解决的话，就砸到骨髓了。砸到骨髓的话，就把骨髓里的那些未成熟的那些血细胞胀出来了，胀到外头血管里了，白血病了，那你跑到医院去看医生说，哎呀，白血病了，快点住院，然后啊，人呢慌慌张张要骨髓移植什么之类的，这干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啊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家这都是这样经历的啊，白血病就是这样来的啊，心可能我们就这样表面上提醒你几下子的，哦，信息拿掉了，提醒几下子就拿掉了，提醒几下信息拿掉了，他不会往里边砸了，不会往里边砸了，所以呢，好，这一摊子信息走完了，啊，这一摊子信息走完了，但是后面还有什么信息呢？就不知道，根本想不到今天来个哈雷卫星，啊，那个叫彗星，哈雷彗星啊，也不知道，下一个不知道什么啊，我反正有信息呢，我给他处理就行了。猜也不用去猜了，猜也猜不到，啊，他这个信息啊，还是跟你说的，他是有序的那个过来的，脸上那个眼睛的亮，其实有好多天了。对，就像那个一个电视连续剧，一个连续剧，反正就一点点把它。一起起来，急也急不起来，丢也丢不了，反正迟早会把它读出来，但是不就是你丢在那边不管它也不行，
不管它，就像刚才那个，越砸越深，越砸越深，砸到骨髓上去了啊。嗯。好，现在眼前没东西了。啊。今天他主要讲了这个宇宙的大小啊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个对我们很大一个启示啊。你如果说没有以哈雷彗星，没有哈雷彗星来作为一个对比的话，我们还是认为它那个，你没有多少亿光年的话，那个千这个词也应该用得上嘛。人家就会这样想，亿不要用的话，千还用得上吗？那个千年的话，我们也不奢望要了解它更多了。那一天说只花34年时间就一个人，就走到了尽头，那这样的话心里还是有点指望啊，心里还有点指望啊。所以呢，像今天呢，这么一看一个，就把宇宙啊看起来变小了啊，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变小了啊。所以呢，那个研究它的兴趣啊，也浓厚了。原来觉得太高大上了，太远不可过啊，现在发现好像很近的嘛啊。甚至有的人要看了这个以后，越是要买一个长点望远镜，自己去观察宇宙的变圆去了啊。甚至有的人要开始订那个哈雷彗星啊，先查一下它的途径、历史记录是怎么样的，然后啊。要看到，有的人要观察那个被那个撞到围墙上再弹回来的一声尖啊，有的人要开始看这个了。另外，有的人要看那个彗星呢、啊，什么是掉头？靠近太阳的是什么是掉头啊？掉头又走了，哎，好感觉好像把人的兴趣也提起来了啊，把人的兴趣提起来了。好像有个动态的东西在里边描述的话，就把它生动起来了。没有这个彗星在里边描述的话，就是。我们还是认为，因为原来是亿多少亿光年，那么想到千年的话，已经是很遥远、很遥远的了啊，更不要是这帮人用100位数来描述它了。今天一说那个只有个位数啊，那不是10位数啊，只要34年，就能到的话，所以说一下子把那个信息都提起来了啊，好像就在我们身边的意思啊。好像这样的意义就在这里啊。哦，现在眼前没东西了，有什么要说的？没啊，那就这样啊。没什么啊，好。